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相信各位都知道一拳超人的时间管理大亨哦，也是一个超级台战，而且我遇到他的时候是他60连胜。看一下他的牌组哦，14级、15级、14、15、13。好，他的三怪15级哦，15级的三怪你敢信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年代怎么还会有人用三怪啊，我真的是看不懂哦。不过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是60连胜，我整个傻眼，怎么会60连胜哦？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管理大亨到底是靠什么打到60连胜的。好，没问题，他先派了一个三怪，要把老弟用这个卡山，结果被烟花直接炸掉。没问题，再来。他招了三个精灵，我们继续。我已经忘记我当时的三怪流是怎么放了。这一套好像是他自己配的吧，我的好像不是这样放的吧，我有点忘记了。那老爹玩的是纽特动物园哦，本来我还在想三怪流你完蛋了，你鸡鸡啦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他的三怪穷追不舍哦，我怎么丢都丢不掉哦，然后人家旁边那只那个大只的一直踩我，被敲一磅207，有没有看到？一磅207哦，17级的三怪真的是太嚣张了，两个207啊，超无言的。然后整个画面的怪物哦，我的怪物完全不是他的这个三怪的对手哦。你看一磅一个，一磅一个怎么打？这个时候我还想说没关系，我的麦教授快要出来了，结果这个时候老爹才丢了第二轮的伙伴。哦，没有，是他哦，是他哦，直接被他的三怪给秒掉了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看到17级的三怪这么凶哦，老爹弄了一个16级的三怪了。不过我要稍微改一下哦，我觉得可以稍微做调整哦，就是这个，我觉得一本书改人马可能会好一点哦，不然就是这个，你要一个远程攻击来做搭配哦，我的想法是这样啦，不然你的三怪走太慢啦，或者是搭一个这个三费的人马也可以，可是刚好没有加成，那我就放这个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到底这个三怪流有多强。我稍微做一下调整，我想要这样放。好嘞，到底三怪流海格三怪流到底能不能玩哦，我真的很好奇哦。学院94名，好来，理论上海格流的现在应该都已经快绝迹了，竟然还有人可以打到60连胜哦，然后我还被他干掉哦，实在是超无言哦。我们来试试看三怪到底有多夸张，虽然老爹也不知道啦，反正我们就试试看嘛。 OK，好，这边电了一下，我们就开黑猫，分担一下这个闪电的伤害。直接开炸，我还没有炸掉，没关系，再补一个。好，我们往后撤，等三怪。
好，我们的三怪已经好了。台铃觉得很奇怪，你怎么往前冲啊？有什么毛病啊？193，他的分身快挂了。哎，我的三怪挂嘞，是不是不太耐打？是不是不太耐打？没关系，我们再多看一下。先把这一只分身带走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。再加一只伙伴，再加一只黑猫，这样子三怪有没有多一点的输出空间哦？好像比较有输出空间，但是好像还不太够。好，漂浮咒，我的血量变好少哦。三怪锤一下193，可是他打人也很痛啊，到底他是怎么打到190几胜的？我实在是很好奇。六十几胜呢，到底怎么办到的？没关系，我们再来。三怪再加两只伙伴。好像不太行耶。哎，不过他也没有摩托车啦。糟糕，他一个闪电，差一滴，没关系，我们再试一场。跟哎，我想说还是我改成跟大亨利一样的阵容试试看哦，还是其他的阵容比较好用啊。我们再试一场，差一滴耶，讨厌耶，遇到那个普攻的三怪还是撑不太住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再看一次，也许是老爹的操作还不够好，我们试试看。好，对面丢了一个凯文，先用漂浮咒，然后直接炸掉。他应该也是 Snape 的。好，他的加成不太高，这次送你啊。三怪一下193。哇，三怪 is dead。 好，我们再等第二轮的攻势，往后跑。哇，对面叫了这个，直接开炸。好，炸掉了。先派出呱啦，再一次三怪，看看对方能不能打掉。这时候我后面放一只这个，在后面戳他。漂浮咒，我还没有漂浮到。三怪又挂掉嘞，他到底是怎么打到60连胜啊？60哎，好，再来，再一只三怪下去，三怪你加油啊，三怪！抓起来。I'll get you for this.
给人家致命的一击，右空大靠靠靠靠腰，好，再一次三怪，他刚刚如果拿到三怪他就 GG 了，好，没问题，三怪果然还是能玩呢，强不强我不知道啦，但还是能玩呢，等一下我改回来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老爹玩了很多很多场哦，我觉得这样子的搭配是最好的，这样子的搭配真的是最好的。来，老爹是给各位看，因为啊，我觉得还是要有人马哦，才可以打出更好的阵容哦，给大家参考一下、哦。好嘞，海格三怪流，但是一样啊，最怕的还是史内普啊。如果没有史内普就好好打多了，可是没办法，现在史内普是王啊。好，先叫一只三怪，一般来说看到三怪都会傻眼了、啊。直接炸掉！好，人马的功能你们等一下就看出来了。有人马给对方制造压力哦，差很多、哦。再一次三怪，好，两只飞起来，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人马一直在输出哦？其实这差很多、哦，但一定要分身去打这个。才有办法哦！好，再一次伙伴。再一次人马，因为你如果没有人马哦，他就一直绕你的三怪哦。但是你有人马的情况下，他就会很乱，很慌。好，对方叫了卡山，没关系，直接漂浮。有没有看到各位观众？我觉得这样改更好，真的啦。你们相信老爹啊，放三本书真的没比较好哦。我死他！好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啦，有空老爹再来玩这个三怪流啊，趣味的成分比较高啊，能不能用我觉得是中上，但是不是什么超强卡组哦，不是哦。那么这次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